主料，银耳一朵，青椒两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洋葱、生抽、香油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青椒撕成小片，银耳撕成小朵，洋葱切粒，热油锅爆香洋葱，放入青椒拌炒，放入银耳，适量生抽、盐，拌炒均匀后滴入香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青椒银耳一蔬用大火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